有情人终成眷属。在合适的时候唱合适的歌，当然可以回忆起很多的事。我们先来问问多亮好了。你作为小二班的成员，今天晚上你的同组最优学员梁博即将要争夺年度最佳好声音了，所以要给他加加油吧。对对，一定要给他打气。我想就是说，整个现场当中，有喜欢我的吗？就是。我听到了疯狂的女性的叫声。我希望你们能把票投给梁博，因为他是我们小二班的一员。他现在今天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是带着我们小二班所有的基础们战斗。所以，谢谢大家。支持梁博，支持小二班。我们把梦想团聚成一个力量往前推进。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周笔畅，周笔畅啊，有看过中国好声音吗？之前对多亮有什么样的印象？有啊，就是小情歌，然后从小情歌认识他嘛，然后今天然后再跟他一起唱小情歌给他。感觉怎么样？啊，感觉。感觉他声音其实是蛮有特点的，对，然后就是虽然之前我以为他是就是偏摇滚的，但是其实不是，对，他其实还蛮柔情的。对，而且你知道他形容自己为从一个阳光男孩向一个成熟男人正在蜕变的过程当中，声音就很适合。那就谢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当然我们也会跟周笔畅和多亮一起来共同关注到底谁会成为最终的年度好声音。接下来要登场的两位一样值得大家期待，他们分别是胡彦斌和郑彤，为各位送上 Someone Like You。